好好的，阿三都等好了呀。好好好。哎，小凤。哎，小迪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这几天没有见到你，然后没有吃到你做的那个山味，我就特别的想，所以就赶紧处理完事情过来找你了呀。那个，你怎么能找到这里的？我今天去山上看奶奶，奶奶说你在这个山脚下的这个种植基地里打工，然后我就跑过来找你了呀。 小迪哥看到你真好，有种亲切的感觉。是吗？嗯。哎，你在这边，我看离你家还挺近的啊。这个地方。这边离我家近，我在这边打打工。哦，你在这边主要是干嘛呀？我在这边种种灵芝什么的，还有那个。啊，你还会种灵芝呢？对呀。那小迪哥考考你怎么样？ 这个灵芝是怎么种的呀？你跟我讲讲，要注意什么。好，小迪哥，我们这个大棚里的灵芝是为了跟那个防野生的灵芝做个对比，因为我们平时这些都种在山上的嘛。哦。应该山上的很多，然后就是为了做个试验。我们这个大棚里你看是很多放的，我们在野外防野生的话是这样竖着放的，都是要浅埋。 这还挺专业的嘛，你这没想到，这是出来2天不见，然后现在成专家了。小迪哥，你别夸我了，我不好意思了。那跟小迪哥出去走走好不好？嗯，好。行，走。哎，小凤，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挺开心的？我看你。待的还挺开心的。那你这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？ 2500一个月呢，啊，2500，2500是不是有点少呀？他们这边时间多，看我干完活，我还可以回家给爷爷奶奶做完饭，我再出来干活。那还挺好的。小迪哥，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啊？我这次回来，不准备走了。真的吗？ 我准备也找个班上打工。你去哪儿打工啊？我就来你这儿，我都已经应聘好了，跟你一起打工。真的假的？逗你的，逗你的。你怎么老喜欢逗我？有时候看你挺可爱的，像个小妹妹一样，就会想逗你一下。你哥要不我带你走走吧？行，你带我去转一下看看。那前面很大的，带你转一下。好。 哎，小凤，雨下的好大呀！对呀，下大了。小迪哥，你看这里好多么样的鱼，锦鲤。哇，这么多啊！小迪哥，你知道锦鲤代表什么吗？代表什么呀？锦鲤代表好运。好运。希望小迪哥可以一直平安喜乐，好运常在。谢谢小凤，你的祝福我收到了。咱们视频有这么多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喜欢。 我们也一起祝福他们，好不好？平安喜乐，好运常在。好，好，我们叔叔阿姨们把好运常在打在评论区，希望咱们新的一年2024年，大家都能够好运常在。